你满心期待的云过会是这样这样和这样，脑补了可能发的糖，结果却发现全程追了个寂寞，男女主全程没有互动，避嫌太明显，整个环境非常尴尬。网友说，这哪是庆功会呀，明明是分手大会。尤其是很多网友指责诚意不好好营业，可以疏远女方，以讹传讹，各种黑料铺天盖地，这导致了诚意微博被网爆，一夜间掉60000粉，而且更有趣的是竟然上了热搜第一名。这花妹我就不禁感慨呀，当初去热播的时候上过热搜也没拿过第一呀，现在竟然被骂上了热搜第一，这可真算是黑红黑红呀。其实这个 CP 大战随着琉璃的播出，后期就如洪水野兽越滚越大，直到后期罗侯嫉妒的上线才平缓了一些。但这个云歌会直接就把积压了很久的 CP 大战一下子从地底儿拉出到了台面。今天花妹我就给大家理智的分析一下这 CP 为啥拆了，以下是花妹我个人的观点，说的不好可别骂我呀。否则会怎么样？否则花妹我可是会删留言的。花妹的鱼塘，本视频由金主妈妈周瑞不老嗓全力赞助播出，绝美浪漫系花朵耳环，戴上哥哥姐姐们都会爱爱的呢。首先回顾一下云歌会的情况，不管是游戏环节的设定还是男女主的互动，主办方是能减少就减少，那是能避免就避免。男女主中间永远站着个导演，男女讲话全程没有眼神交流。其实这个根本还是资本的运作，一句话说就是男女主后续都有多部作品要上，这个 CP 在短期内没有商业价值了，所以两家公司都要拆 CP。 注意，袁冰袁看似是个欢瑞的艺人，但这里面的弯弯可多着呢。他之前的影视约是在欢瑞没有错，可是经济约却在诺欣。因为琉璃大火，这两个公司之间可以说是存在着说不清的经济纠纷。看看欢瑞老总直接就暗戳戳的表明了，琉璃结束了，后续可以关注琉璃追责某公司和旗下艺人的违约事件，诚信守约是基础，但你们没有。说白了就是两家公司幕后打架，艺人在目前不好做人和背锅呗。对，其实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做演员就是都是很被动的。我不建议就是剧里的角色 CP， 但是真人 CP 我拒绝。在寄语，其实不管是袁冰袁还是诚毅，他们都是演艺圈食物链的底端，没有什么话语权。本质嘛，还是双方公司资本的博弈。大家请理智，不要上升到对演员的辱骂。到双方是否会再合作？导演抢着回答，帮忙挡枪。那大家都很期待看初遇夫妇再合作，那陈毅和袁冰妍期待再一次合作吗？我觉得就是只要有合适的剧本、合适人物、合适人设、合适人物关系，大家都可能再合作。当被问及为何发糖少，男主则回应那是戏。花妹我认为导演已经告诉了诚毅的答案，注意导演在诚毅耳边说的话。今天有发糖，初遇夫妇发糖有点少，然后让初遇夫妇回应。那都是在戏里，大家平时都吃点糖吗？平时都吃点糖，因为我们都在戏里，戏里。是的。被质疑女主哭了，然而男主却一脸冷漠。花妹我认为男主其实也哭了，只是忍住了。不服 ？OK， 上分析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那个，相信，初遇夫妇他们会在自己的平行时空里过上很美好的生活。谢谢你们，喜欢，谢谢冰妍。来，诚毅有没有什么想对喜欢初遇夫妇的说的？思凤和大家在这个夏天见面是我的幸运，那么也是因为有你们看剧的人才让它更完整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爱的思凤。我再说一句啊，思凤虽然和你们说再见了，但是诚毅
还没有和你们说再见。我很感恩，谢谢，谢谢冰岩在这个夏天让我们遇到了玄机。来，诚意。嗯，感恩感谢的话，真的是很多很多。其实他们都说的特别好，也是我内心想说的。嗯，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我们才刚刚开始。还有就是今天太晚了，大家回去注意安全。我们真的才刚刚开始。好，虽然是目前两家公司在背后掐架，但如果市场好，凭借着资本的力量，二搭也是完全有可能的。这琉璃制片人不是也发话了吗？所以如果喜欢琉璃希望二搭的小伙伴们，请继续为两位主演加油，你们的热爱终将 make everything possible。 另外小编我还想告诉诚意哥哥，您确实是太拘谨了呀，还没有画为我放松。如果你能把拍戏私下的沙雕放松的精神拿出个十分之一，就不会这么尴尬了。而且你在这大型活动上的嘴那可真是笨呐，好好锻炼锻炼吧，多向你好哥们儿留学一学一学，人家那么绿茶的角色都能摆脱网络暴力，靠的不就是自嘲幽默抖包袱吗？还我就喊话欢瑞，这横店民工也要出来多见见世面呀，哥原本的青春活力两年不营业就变成自卑社畜了，拜托好好调教一下吧。截止到截稿时间嘛，花妹我在社区上搞了个投票，也大概有了结果。这大部分人持的是花妹的观点，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哥哥表现不好。下面是云哥会后台采访的原稿，大家可以看看分析分析，看看花妹我说的到底对不对。袁冰媛就是袁冰媛今天就是有大哭嘛，那个是什么戳中了你的哭点？就非常感觉是一个真的很棒的一个故事，然后一个新的一个世界，然后我希望就是我觉得还是感谢的人很多，就是像我刚刚说感谢的人很多，谢谢大家。真的希望我们相信我们人民可以为国去争光。很多网友说他们都没有出琉璃这个坑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出坑，还是说现在还是入戏很深？就是出这个坑没有，我们在坑里你现在还在坑里。不是，那就是意思就是还你们都已经忏悔过了吗？是，我就说还在这个琉璃这个感觉好像没有结束的这个对对对，是这个坑。对对，我就一直刚才还在聊，还有点失落，觉得，哎，反正还没出坑。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各位主演，就是说这一次很难得大家都在一起，那么大家在后台都谈些什么话题呢？就整个一个会，大家在后台都在聊什么？大家比较希望主演幕后的事情。就刚才我们大家都在聊，就是说，就今后怎么能拍出更好的作品。就是琉璃到今天，这是一个比较理想，对吧？比较理想的一个结果。然后同时也是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啊，我们要更加努力。然后我们这些所有的主演，然后包括我们所有的主创，也会努力做出更好的戏，然后给予大家。就这样，大家因为我们这些人都。包括演员、主创，我们都不是聊闲天的人，啊，就是我们聊天就是在工作现场聊工作，啊，然后要不然呢就是聊创作，然后包括诚意是吧？那时候去北京找我，我们俩可以聊一宿，聊两宿，然后跟所有的这帮朋友也都是聊表演，所以大家都是喜吃，啊，大家只注重于工作，其他都不注重。就是今天也来了很多粉丝应援嘛，不知道陈毅跟袁冰妍有没有觉得现在自己实红了？其实今天真的是第一次，就和现场这么多粉丝还有其他的嘉宾，这个剧组和粉丝们，我们的确大家今天都能感受到，我们这个剧组的确受很多人的喜欢，这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们在后台包括前几天我们剧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开心，因为我们前期包括剧本的剧大概来的时候，
那个我觉得只要大家更多人看到我这个戏喜欢接受，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。这一点我就觉得是我们大家心目中期待的，就是更多人去接受，更多人去喜欢。所以今天才会到最后，对，然后我们真的很开心，真的在那里。就是我们大家真的是一个大家庭，然后我觉得可以相遇在这个戏真的挺不容易的，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。所以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吧。我觉得今天那么多的观众，那么多等子能够来，其实就是代表大家真的很喜欢这个作品，觉得我们这样的付出是很值得的。然后也谢谢我们的公司，我们谢谢我们方亮，就是因为真的是有你才有了每一个人的今天，对吧？那大家都很期待看初遇夫妇再合作，那陈毅和袁冰妍期待再一次合作吗？我觉得就是只要有合适的剧本、合适的人物、合适的人设、合适的人物关系，大家都可能再合作，对吧？因为我拍戏最主要是人物匹配度、人物关系的匹配度，只要是匹配上，对吧？那他就有化学反应，他就有 CP 感。这样，我们一定还是看相，看内容。然后想问一下那个刘学义，就是今天有上热搜吗？今天你有看到自己上热搜吗？啊，他问说有看到今天上微博热搜吗？啊，看到那个刘学义歌友会那个。不是心疼刘学义。哦，有。对对对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就这样吧。不是，今天本来他在我们组嘛，在新五局城嘛。然后今天是不是把周冬雨跟徐凯叫来了？如果他来歌友会的话，周冬雨跟徐凯就要帮我多转两回场，然后两人都同意了，就让他支持来这个歌友会，因为每个人拍个戏都不容易，都希望最后能大家团结团聚一下。然后那两个主演也很配合，然后多转两次场，然后一台转过来，对对对。那对于大家就是给你那个平平无奇的搞笑小天才这样一个标签，你怎么看？大家说你平平无奇搞笑小天才这个标签，你感觉是？我真没有，我一直想营造一个特别高冷型的人设，奈何行，我下次争取演一下。那个人是网上有说天之骄女代言是真的吗？可别了，让我歇歇吧。那都是在戏里，大家平时都是脸盲吗？平时都是脸盲，因为我们都在戏里。是的。点赞。